我是越南人，我来台湾21年了。我本来17岁，身份证改到18岁，我结婚来只有14岁而已。不敢接触台湾人，因为我怕我讲出来就会怕人家会笑啊，还是看不起。后来我接触台湾人久了，我发现台湾人最棒，都会叫你说哦不会啊，你讲不会，我会教你。有的客人都不是说都是会当姐妹这样叫，对，做不好他一样啊，不会啊，你做得很好啊。来这边大概开了大概7-8年，不怕说没客人，我给客人都是放松，不管我多累，我一样会脸会笑笑的。我不会推销客人你要买什么东西。再来就是卫生，而我这边的修指甲的是用一次性的指甲剪刀，也是一样个人要用，你要给我修指甲你自己要有一次剪刀，我不会说拿你这次去剪别的。再来我是有接触到那个我先生，他也是做葡萄酒，我感觉他哦蛮有优秀，会跟他一起去学台湾的文化。再来我们就加入逢甲校友会，就台湾最棒的，会愿意去帮助一些比较困难。我们刚刚有去高雄去跟学长一起去买那块地，可以在边盖一个小木屋给那些小朋友还是老人在用的。啊，我就是没有输钱，因为我没钱可以输，我会输力，我会去那边帮助，能帮助什么我都会愿意去帮助。不管台湾还是东南亚的姐妹需要我帮忙可以找我，我愿意去分享或去帮忙。以前嫁过来的时候就是因为年纪太小，没有像现在那么发达，说我可以打赖，可以看到父母。以前嫁过来是一个月打的那一次，后来我出来工厂上班，这个老板就说哎，小美你要不要买保险。我老板我就介绍那个我先生给我认识买保险，那时候他也是刚离婚2-3年了，两个就开始交往，交往的时候才说你不能一直在待工厂，你可能要出来开店还是要干嘛。后来我在记录那个美甲，那美甲好的时候我才发现很多是姐妹是跟我一样，心里面有想说有一天如果我成功了，我一定要去帮助其他的人，我愿意去帮助一些姐妹啊，就很多的台湾的客人还是朋友会愿意来给我做，还是代表一个他帮助我。做那么久了，有一天一定会老，我希望说我的经验我的能力我可以去当老师，可以把我知道的会分享出去。